天。什么呀？洗澡呢？你不是没见过？你见过啥呀？你见过？我没啥事。啥事儿啊？听个事儿真多。咋的？把门关上。啥意思啊？你跟他吵吵起来了。谁呀？闺蜜啊。没有啊，咋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我想听你说。我有啥可说的？说老姐妹花呗。你就告我呗。不是，我知道你俩说的一样吗？我真没跟，有啥可说的呀？哎，你快说。你想知道？嗯。手给我来。我就跟他说，以后我会一直爱你，你可以反复向我确认，满意吗？那他怎么跟我说你骂他了？我骂他。嗯，他说你骂他了，说你渣男。操！这是塑料姐妹花，爱说啥说啥吧，行吗？我不管他说啥，你记住我今天跟你说的话就行了，宝贝。好吗，爸爸？爸爸，闻啥呢？你身上什么味儿？挺特别的这味儿。我刚洗完澡嘛，那不。你用啥洗的？还有啥问题没？一块都问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嗯。没有了，早点休息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想问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假如有一天我和他之间让你做个选择，你怎么选？犹豫了。行了，我明白了。我能不选吗？不行，你必须选。那我选你行了吧？